哇，こんにちは。こんばんは。え、本当、日本語喋るの？ああ、很厉害ね。你们都是台湾人。我们高沙族说南无好，对不对？哎，有人知影讲南无好无？哦，各位说中哦，我跟你讲哦，你们不以后再生孩子，不要讲南无好。因为吼、哦，咱华人有一个光复哈、哦，阿公那边那个。滴哩绕这样的哈，然后在那边呢，滴绕海这样子，喉咙很长啊，台湾就是滴么输，用嘴巴然后台湾呢，所以呢，跟高沙族在一起，难得不欢乐哈，对不对？高沙族对不对？对。要不要唱一首歌？好，好，要不要给他们唱一首歌？好好来，高沙族起来，一切赞美，好不好？来，哪一个？喂，Hello。来，那个，我们这边，他们说要跳，他们会跳，你看哦，要看哦。来，那个拿一个麦克风给他，那个起音的来带动。好，那个有人要求来前面，好不好？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好 Hello，这个电池注意换一下电池哈。来，我们走过来。喂喂，那个，我们行政工作人员，这个电池换一下，电池换一下。要唱什么？工作人员，这个电池换一下。那个不要。副议长，我只会唱诗歌哦。那个工作人员，记得这个电池换一下，电池。好，议长。好，对对对，一切歌颂。一切歌颂，我们唱另外一首不同调好，的，我们用。好，低麦的哈，你看我们高沙民族是不是？N 倒 N 倒，睡也睡。你脸不红哦，你脸不红哦，OK。啊，没有太阳哈，我们再度热烈掌声鼓励一下。好，我们唱这一首《一切歌颂赞美》，它是有动作的哦。啊，注意看我们高沙族的动作，《一切歌颂赞美》，请《一切歌颂赞美》都归我主我的神，你是配得歌颂与好赞美。哈利路亚，我们高声呼喊，高举耶稣之名。哈利路亚，赞美主，动一动，赞美主，哈利路亚，哦，赞美主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哦，亚，举手。哈利路亚，赞美主。哈利路亚，哦，赞美主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，再一次，一切歌颂，一切歌颂赞美，我主我的主，阿奇讲，你是配得我颂和赞美，哈利路亚。哈利路亚，我们高声呼喊。高举耶稣之名，哈利路亚，哈我主利路亚，胜利的泉，胜利的泉，赞美主，哈利路亚，哦，赞美主，哈利路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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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赞美主，哈利路亚，哦，赞美主，哈利路亚。哈利路亚！掌声鼓励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。来，那个麦克风给我。这个叫那么好，这个调整一下哈，一点个敏感，它就会跳了哈，调整一下。是换了没有？有音乐它会断断续续，然后那个播音，
因为我不休息嘛，因为他不会停，看到了我们的高沙民族这种欢唱里头是不是一点凉凉又好又舒服，对不对？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欢迎他，谢谢他。台湾民政府有这么多的人，有合港人，有喉咙人，我山顶人，不是高山民族哈，你看何等的完美，对不对？所以有一件事情告诉你们，我不能没有你，你不能没有我，好好来用我，阿弥陀佛。你用我，你就知道我很好用啊，因为我的家，我看到你趣味，我看到你笑眯眯，我就非常非常欢喜。这个是咱人有价值的所在，对不对？你不会用人，你就物质他。看到人讲，哎呦，那个人高金被冲了，无光黑暗的社会，哎呀，那人白痴，啊，那人骗我，怎么变成说满怀的一个怀疑？这个是在不在光明的国度内所产生出来的。就像我们所说的流氓政府，他是不是这样？你说什么？我不知道，淡定，对不对？台湾人有好吗？敢有？我不知道，那是你们家的事。高沙民主，我把你当人看呢，我还教育你呢。这种的论述，这种的想法，这个人格的特质是不是有的？因为他内心满了黑暗，他内心没有光，没有光的人只是在怀疑，对不对？你一下，哎呦，那人是啥？小讲一声，他马上惊吓，因为他无望嘛，他随时随地可能造成他的不安全感。我有人知影我叫什么名无？哎呦，是安那什么人讲的？阮老爸对我甲我讲尔，你都知？哈、啊，阮老爸讲沙凯，有人讲沙凯，也有人讲沙先生，不好意思，我都唔知啊。我是沙凯，啊，一届两届沙凯，对不对？我爸爸哈，有人讲你唔当个沙凯，唔是啦。你一次若是无认办，你更努力。第二摆你就去了解，第三摆绝对讲到足水啊！伊讲沙凯哪里不好？阿弥陀告诉阿祖讲那么好，对不对？有没有？我们嘉义时代那么好，背起来，那么哎哪里不好？来到家东西那么好，所以我们来家来到家哈，我们不要存着太多的疑心啊。那今天我们来讲，我今天不是在讲宗教哈，我们今天讲的一件故事。今天哎，怎么跑到这里来了？我没逃你，哈哈，回到前面逃好不好？开头，哎，但我们先跟我们的年轻人鼓励一下，他们非常的辛苦。那是咱的子子孙孙经过咱中央的训练，到各桌去单独作业，是不是非常辛苦？有因地啊者努力，咱靠面吼了解整个完整的轮廓。假如今天来到家的时，这两天我非常郁卒，我非常疲劳，我会感觉讲奇怪。我当年来啊，拢为高雄到家来，家己出钱，家己出力。其实咱后壁遐有一个秘鲁，你知影是虾米人吗？会长。他总是会长，哎，等叫总会长，他叫总会长，总是会长啊。伊嘛是啊，为高雄安尼努力来遮，逐工来到遮。阮早期拢是出钱出力，出到有一工，阮太太讲有影你笑诶，难哭笑啊。有一工要选去诶时，小英是毋是小朱是哇，伊诶气势毋是足悬诶吗？阿公。你明仔载，啊，你一定要去投票。我坐伫遐，我将来我到阮太太讲，我几十冬来，我拢听你的。这时间，我冷静一下好唔好？我即马变成遐尼老啊，
总是爱有家己的时间，甲家己的迄落啊选择嘛，吼哦，歹势，我安尼讲，咱高山民族可以努力的听哈，好不好？我会有时候会醒过来啦，啊，咱即种物件讲，考休困一下，你搞明仔载透早甲我做会好唔好？去投票，阿公，我认捌法理论述了，今仔日我无要过选去。好，我绝对袂当阁选去。我选去了，我嘛是支持流氓政府。我感觉不对，所以让我有冷静的时间，让我冷静。我坐在这里，你许我，这几十年来我听你，这次你听我一下。我非常唔知要安怎决定我当初的感觉。所以讲不一样，伊讲啊好啊，伊的手都甲拔一下呢，吼、哦、发烧了呢，你笑啊呢？阿公，无见好笑淡薄，伊一无笑，今仔笑我嘛有价值。会再笑起来又搁讲，啊来啦，行啦。我讲太太，互我有家己的空间好唔好？我坐咧，我绝对迄天我拢无出门，坐伫遐无出门。啊，坐伫遐无出门，到尾啊，甲阮朋友讲，阮太太、阮翁可能笑，明仔载吼，我带伊大间病院看卖一下，安尼。相信足济人拢有即种个现象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听到咱周围秘书长有伫讲，咱个状况，咱可能，咱今日我们不警醒，我们不努力，将来那件事情也会在你的身上。今天台湾政府成立了吗？哎呦，好像巧呢。哦，钟会长，你有跟他们讲吗？有，你是总会长啊？人家去回家都没办呢。台湾政府是在什么的体制下，在什么的规范下？这个一定要弄清楚。所以，当给他去在台北那个美国的状况，可能在你的身上会发生，因为你不努力，因为你不用心。我们一定要把为什么秘书长一再的讲。法理论述要真正的用心去念，你今天不用心，有一天突那个哦突锤，你就出问题啊！不是干那黑问题呢，那是大问题，你敢知？我今天是几岁啊？我脚麻手麻。真的呢？不是广告一放，你那么走，我脚都麻，要哪走？我现在也手麻，我在这里也很苦干，我跟他说，总会长知道呢，我有一次、哦、接待那个美国、日本参议员，抓去宜兰，我来做导览，你要说，你看，什么卖你日本建设之外，可能我日本人宜兰，日本宜兰人都给你、啊、这个建屋这些都是在日据时代做的，我让他们知道，台湾日本的天皇陛下的是日本的，是天皇的，好像说的是个，他们说，当然是说的是个八嘎嘎，对不对？你们要有这个教育，说的是个，啊，我们所以呢，这个可以证明我们。当讲到家的时啊，有咱司机啊，唔知是有听到咱讲的八嘎，伊就惊起来，啊，用用扣不勒起安尼刹车，我就用用碰一下无，你刹车去倒啊？啊，找无啊？啊，刹车找无，结果摔到司机台下。吼、哦！我向个刹车，我就安尼挡落，我就有四个月袂当行两步，我就喘个。我惊脚往遐袂行，啊手也麻，我即马嘛是麻，麻是迄种拢酸酸啦，摸落个先摸到酸。这我车啊，四站拢爱开刀啦，伊讲爱开刀。我休困四个月了吼，我感觉我嘛是爱来了吼，我往遐足喘的，哦足喘，行落就喘。哦，走路就喘。有一天，我来伫思考，我今仔是无努力，我无几重啦。好啦，我个可能够10重啦，但是无完成。咱个行官顺顺有一天，阿公拢是你，拢是你，迄有一个歌嘛吼，拢是你啊，拢是你。你无努力把打拼，阮做外头，咱有看到外头无？暗下一头烤，第二号为什么？他想到他家中的儿女，
歌谣呢？咱台湾即马有开始有歌谣，吼、哦，那一种感受。虽然即马的歌谣去边遐收，好、哦、收的啊，这个啊薪水比较高，但是他内心世界不是他愿意看见的，对不对？咱今日无努力，咱无拍拼，咱一杆，这桥搁差一杆尔。就是爱靠你甲我，无努力去干嘛接落去？有一天讲阿公、老爸，好感谢你，就是你出力，互我行到顺顺顺，互我用到非常好。啊，这是你个你的功劳。今仔日咱无用心，咱无努力，咱将来拢拄到这种的情形。有一天就是讲你拢无好。所以我有一种的心，来对讲，我有一天有影袂惊，我手也袂迄度，我爬也会爬来车。你有这种决心无？有一种的想法无？咱为着咱的子子孙孙，咱一定要打拼努力来。我脚麻，我手麻，我爬也爬起来。有一种决心无？咱台湾，我不就干，我把你当人看，我不就干，咱的土地变成流亡的穷繁民贵。哎，这不是咱讲的呢，有人讲穷繁民贵，通拢是贵呢。所以讲，虾米人的主意、含义、海我，统一是念念。虾米人讲的？啊，你哪知？你哪知 ？Hello，Hello， 无紧无紧，我放遮无紧，因为我的气较悬，口干啊，诶，丹田无，来只无啦，讲到台湾民政府，咱只丹田爱有力啊，对不对？你看迄十八岁的总会长，总会长，伊嘛是呢，看身材安尼保持十八。六十点已经十八年嘛吼，拢嘛是爱安尼，对不对？你看吼，咱的迄个阿母啦，咱家管理伊嘛是八十几岁，早等一款的呢。后面的听不到。哦，哎，这样子可以的哈。哦，这样好，我要把那个脚、这个手码的啊定好了啊、哦，这样就不会动了啊、哦。你知道吗？我们早上早餐是几岁人在办的？八十几岁，八十几岁，透早起来，起码菜市啊拢知影，乌起上来啊！哦，当年伊就笑眯眯来，吃吃吃，哦，吃啥物菜拢来，大家拢来报道，拢是乌起上一个人安尼。你看伊讲为着台湾，恁是非常的迄个呢，很幸运呢。边啊，迄底下连起，电管是啥？电风头一支的，啥物拢无，棉被也无。冬天来到遮，两个客来客去，客到鼻鼻喘。昨昏有人无棉被，对不对？因为人太济啊。必须对我对我在讲的，有时吼，奇怪棉被遐尼济，结果拢无啊，无五十几领。啊，查查结果是啊，飞啊，咱只风上过大，泡泡就飞去啊。哈哈，无你去，恁非常好呢。阮鼻鼻出毛啊，拔一个啊，拔一个啊，拔一个，逐天安尼，迄边也拔，迄边也拔，安尼啦。啊，足可怜呢。吼、哦，一类一类安尼，用加加呢。哦，因头前的人，没有任何的怨言，因为他看得非常清楚，他为了台湾，今天来到家，你们真的是非常的幸运。所以呢，你要更增加、更加强努力。因为我看见我住伫边遐两点钟，我讲我唔知会使袂，脚麻手麻，脚到我即摆就看安尼。但是看到恁，我会感觉讲啊，麻。准讲有一天倒来伫遮，我嘛伫遐讲话呢。我绝对的声是绝对袂当动的，因为台湾政府毋是讲我的脚麻袂行路都无声，对不对？嘛是讲我出声。这是咱即马目标，
需要你甲我互相的勉励甲鼓励。今仔日我的主题：真理与爱。今仔台湾失去了真，它埋了黑暗，埋了猜测，埋了怀疑，因为它没有光。全宇宙中只有一个真，对不对？我们人都在去寻求，都在寻找那个真，那个真究竟在哪里？因为人的无知，看到一个大树啊，就很奇怪，便想拜他为神木。看了大石头，就觉得这块拜他石神。啊，我是说人。啊，我们就说，我们在这个地方，我们要更清楚，请求他理解。早期民进党来，火车头出来，哇，咱的火车头是不是很好？啊，大家讲来动算，大家讲动算。高沙主说哪里不好？那么好，对行，行到尾啊呢？奇怪，这路该先捌行过啊，为什么搁倒转来？行来行去到几啊十档，你嘛同款伫遐，我足奇怪。啊，行到尾啊，就讲哎，无安尼好啦，经过洞就出来啊。啊，咱搁对经过洞行，好来动算。到尾啊，哎，够奇怪，这个火车头该顶回火车嘛是同款。可是回来，还要再来大联动啊！有安尼的人举手，哦，恁巧呢吼！哇，我会惊吓，你敢是国民党派来？这是一点非常巧的哦。我安尼不足够，我不要啊！我讲啊，好啦好啦，休休困啦，无要去补啊！我补，我做一个韩剧之声电台的主持啊，做六点钟。啊、哦，到尾啊，我做一个建国之声的台长，安尼，暗时啊有一个三界感性时间，安尼，暗时啊讲讲的是讲故事，讲台湾的爱，听是听会流目屎，但是心内无解决伊的问题，哦，迄是伫讲，因为咱是一种流氓政府的底下，体制下，好、哦、在流氓政府的体制下，我们怎么可能有？所以呢，他失去了爱的时候呢，我们就没有希望，根本没有我们的爱。我们今天有没有人叫彼此称呼叫什么？再一次来，同心，有同心的举手。真的，真的还是假的？哦，不要怀疑哦。哎呦，好厉害哦！哦，你是把你当成人看。哎，很厉害，你们这一批人很厉害呢，不要怀疑。可是偏偏有人怀疑啊，你问啊，偏偏有怀疑，嘴巴同心，心不同心啊。我今天跟你讲，我同心，后面讲啊，呦呦呦呦，那个人哦，白毛哦，我跟你讲，那白白啊，我跟你讲，你要注意哦。哦，哎呀，嘟嘟嘟嘟嘟嘟嘟，你敢同心？我对，我同心。哎，对了，那恶魔嘿哦，那少年哦，长哦，跟你讲，嘟嘟嘟嘟嘟嘟嘟。我跟你说那种假的，我们同心是从生命里面活出来的，我们有了真，我们有了爱，我们就彼此扶持，彼此关心，看到用我们目睭看到我们的同心有需要，他不说，他不敢说，我们就要感受来亲近他，哎，有什么需要我来帮忙吗？这个才是行出来活出来的爱，才能构成为同心。同心不合一也不构成为同心，对不对？同心但是要什么？合一。合一是行出来的哦，是活出来的哦。你说我同心同心，我就说不同心啦，怎么样？那我家的事情，同我是应付而已的。 OK， 同心合一才是完整的。同心不是只有单靠嘴巴，所以呢，光不见，真爱不见了。真爱不见，这个人呢就猜测、怀疑，还摸摸人哦。嘿哦，那个啦，那个阿美族那边的，嘿那个啦。我都是哦吧，你看，阿那看嘛哦哦。啊、我跟你讲，我下面是白的呢。你无看？哎，台湾那个我下面那个是。是什么？我是卑南族，下面卑南族，上面泰雅族。
所以我是被淘汰组啊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啊，我们里面有很多的状况，我们看见不一样的，我们必须要同心合一，心里想口里说的行动行出来都是一，全世界就没有办法站在一的里面，所以他失去了真爱啊，就开始乱了社会。那你讲都对吗？妈，你咋没叫我借你一个？你讲搞提个百块给我，你无？你是想做嘛有资格无？你无资格当妈妈啦！恁爸，恁爸讲恁爸，即马少年人哦，哦，你看抬阿爸老母，对不对？这个是什么社会？他已经失去了真。当一个真失去了以后，他就没有祝福了，这个社会就没有祝福了，这个社会就没有光芒了。所以我们今天必须要回到这个爱的里面。我们看见因为失去，因为看见了失去了这个，人民才有什么渴望啊？我不忙有得到，我不忙逃跑，我不忙得到自由，我不忙改善我的生活，才产生了渴望。我们渴望新的复兴，今天来到家，大家都有一个渴望，渴望改革咱台湾的现象，对不对？为了什么？为了咱的子子孙孙得到非常有价值，受到人的尊重，所以我们才有这种行动。好，那真理是什么？好，那给他们提供得力哦。好，真理是什么？在早期这个现代时潮的挑战里面，何谓现代的时潮？他们的思想思维上都有不一样。从十六世纪这个宗教的改革开始啊，十八世纪启蒙运动。讲欧美社会，我有没有到欧洲去的人举手？有 很多他们 欧洲时代实际的不同的一种情形哈。那个时代带进了这个什么理性主义、科学主义、这个经验主义，成为他们的主流的思潮啊。然后呢，慢慢慢慢的形成为基督教复教学的主要的对手，慢慢形成。然后这位复教学也进入了百花齐放的这个局面。然后尝试了不同的途径回应了现代的市场啊，然后挑战今日，直到今天呢，基本上现代这个复教学还是还在围绕的这个中间，成为我们理性跟信仰主体来回应现在的目前的状况是如此。所以呢，我们到了这里的时候，真是什么？理是什么？真若没有理，理没有真，它的结果在这里。真，它是一个真实的，是一个长存不变的，它是永远的生命。生命叫什么？生命要不要用智慧来去论断它？生命它是靠什么养生？靠什么？靠吃。生命没有不会分辨的，一腰一头安怎吃？你那生出来，依然讲话未？对嘛，腰也安怎好嘛，他生命要长大，他需要吃。生命他一旦需要吃，他就会逐渐逐渐的长大成人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他是永远的生命。理呢，以前有人听过这个知识三恶素吗？有没有？有哦，吃了那知识三恶素，你就会分辨善恶。以前一嫁了料呀，当嫁料了，哎呦，我赤裸裸就开始分辨。这个真是善恶，是经过群人的经验、人生活的过程经历，然后你去就读，产生你的知识，也就在社会平常的一个谈论，产生了平常的常识，然后形成了我们所谓的道理。有人就要讲道理得理呢，有一天啊。有一个人说来到这，你敢知311、哦、那是我们处理的呢，我们叫天、哦、海啸起来、哦、把这个日本人全部毁掉，是我们用的呢。马英九叫他怎样怎样，我用的呢、哦、很好说道理呢，两个人我说我笑还是一笑、哦、他都会当呢、啊、连战叫什么说得很一个道理完全呢，但是忙到尾了说怎样，我说我要退，我1000块差价格一起没钱，
我给他尽量，因为这种论述概念不同的就退给他，我们不要接受这种人啊，讲道理的一大堆，对不对？讲道理的一大堆，所以呢，没有真，只有他是一个空空洞洞的虚空的人生，对不对？跟他只得出一年，所以公公说，你们查甫人啊，都跟他靠只得出一年。我们家查甫人都反对，说没啦，我有话说，有话是没，因为来到这的人不是跟他靠出一年，靠行动，对不对？有嘴会晓讲，有脚会晓行，脚麻我嘛会行，对不对？啊，拢会来到车，这是毋是敢若靠嘴的查甫人？靠嘴的查甫人拢伫边遐，无是来车。啊，你旁的人拢是敢若靠嘴尔，一个查甫人敢若靠嘴尔，咱遮无。哈、哦，咱我们这个女童心啊，我们为了我们现在的这个查甫人鼓励一下，好吗？吼、哦，有诶查甫安尼笑甲安尼微微啊笑啊，介是好感谢阮太太，你毋捌安那，今仔日搞迄个啊，这我们互相勉励啊，鼓励一下那就哇的送告哈，是不是？所以呢，我们有真，我们有理，这个人生就会怎么样？有价值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这个样子？我们今天我们知道在寻求什么？我们经历了许多对我们不义。对我们侮辱，对我们这些的，所以因此我们寻求了真，然后就发现了法理论述，这是唯一的路。我们要精算我们的人生，我们必须从这个基础开始进入，我们才能知道是什么叫的真真理。知识跟生命，刚才我讲过了，知识好朴素的就很多，对不对？用怎么知识啊？好，有一天没关系、哦、这样很体贴的，我看看他的手吧，但是我要走路呢，我那个、哦、谢谢、哦、谢谢、啊、没关系，我用机器机坑加右臂了、哦那给他掌声鼓励一下呢，甘心呢、哦、但是我复健了，我这样来复健了，我这样走也复健了、哦、没关系，坑加我右臂了，生的时候我就这样说、哦、啊水啊哎，就是台湾人、哦啊、所以呢，你看这修理厂啊，他说啊，有一个那个车主，不知道是高沙还是我还是你，还讲，哎呀，我的车没发动啊，啊，不会发动了，啊，来检查结果啊，啊，那个修理厂的师傅讲，哦，安尼啊，伊提钢锤啊，看，剁剁，然后佫发动，会发动啊。哦，车主说，哎，这样多少钱？他说多少？敲敲一下，他要收费要10.5元。哦，那车主说，哦，太贵了啦，哪有这样？哦，你嫌贵嘛，这样好啦，我这样敲一下要多少钱？哦，他现在就说这样好啦，钱价，那个车匠，那个师傅说，这样好啦，我这边车我收10元好啦。哦，那敲一下板，值半元嘛。啊、哦，那知道要敲哪里，值多少？10元，这个是什么？知识。无你收啊，对不对？那是价值嘛，无讲推给你啊，你该讲嘛。嗯，对，你自己敲啊，你就不知道要敲哪里啊，是不是？对不对？你问阿美族怎么捞鱼，很厉害呢，对不对？怎么去找那野菜？他们排湾族现在不那个泰雅族啊，宜兰大同乡啊，有一天呢、啊、在上山，哎呀，怎么那个什么芦苇全部倒，猴子来了，他们说猴子来了，哎，不对啊，有声音啊，他说那么好，那是原来是阿美族，哦，他们会吃野菜，你看完药，哦，这不错啊，菜菜免洗啊，哎，就吃，然后莫怪伊拢健康啊，哦，要健康找阿美族。啊、他们不吃这个现代的饮食，所以他们长得都非常好、啊、所以我们知道它是知识，我们必须在生活领域都有这么一个知识，今天来到这里也是一样的，我们拥有法理的知识，我们才知道台湾的主权，对不对？我们必须要有这样的看见、啊、知识，因为你知道你是在敲哪里。那另外一个、啊、一个学生呢，在上了公文学、那个、公民课程的时候，那老师一直讲的，哎，非常感动。老师讲的啊，要讲什么？孝顺父母。
啊，咱做人的子孙，咱就爱好什么？台语要来讲，好友好父母，好友好父母，不是做好主了哈，友好父母，哦，友好父母，我听了非常感动，啊，非常感动。然后因为他考试考得满分了，非常的棒，啊，这敢是你？不是哦，小哥，帅哥，不是你吧？是啊，大胆说是啊，啊啊，非常，他就立志回去啊。我一定要孝顺父母，阿姨就开始登到厝，到厝也是讲，别个妈一声，伊妈妈就徛了。阿勇啊，你等来啊，啊，切包扛下来，来来，那边笨手，天气，来沙沙，那个沙，用用的，啊，切切的，哦，听到巴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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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个声音就俩讲啊，你看出来，伊有俩讲开始啊，跟妈妈安怎顶嘴，马上就，嘛顶嘴，顶嘴了哦，伊讲，哎呀，惨啊！我拄啊拄啊要进门的进前讲，我立志啊，要做一个孝顺父母的结果呢。一个环境安尼搞不出来，我就变一个够倒转来原来的我。那个我那个气又来了，非常的懊恼，懊恼到末了，我就刚鼓起勇气向因老师讲啊，老师，我实在做不起来。老师讲啊，阿勇啊，唔是干那你呢，我做袂到了。我做老师做假的，我做不起来的。我找外国讲你敢知？你们要孝顺父母。我其实我做不起来的，我做不起来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他也是顶嘴，十分懊恼。他没有办法，我也做跟你一样的。所以呢，前面的知识这个层面，用知识去了解事情，啊，这可以解决事情。但是后面这个生命来了解知识的问题能不能？不可能。生命是要靠活出来的，孝顺父母是活出来的，哦，不是说出来的。免讲听就好啊，好，好，好，安尼，你给讲你的惨，啊，你就出嘴都嘴啊，啊，这些问题都会有，所以我们必须了解知识跟生命不同的结果，我们必须了解这些。宇宙中我有共嘛哈，只有一个真呐，啊。只有一个真理，但是人都在寻找，不知道如何去寻，啊，它是一个信实的，它是公义的，啊，它是信实，它是公义，它是和平的，但是人找不到啊，才会有这样勾心斗角，才都要你排我，我排你，要我考位，我夺走，两个这边争执，社会就乱掉了，因为它失去了真。今天这一个像是像什么？火车头，睡不？哦，真理一是定义，它没有情感，它是冷，一就是一，法理是不是一就是一？我们不用情感，不用理由，法理就是法理。哦，爱呢，它不是，它是热的，满了火焰，你碰到我就感动你，你就会掉眼泪。因为爱来触动你那内心的世界，使你感动而掉下眼泪，这是爱的成分来驱动你失去爱的那个心，啊，你失去了当初的爱，你失去了起初的爱，你所以在人生的生活里面非常的虚空，你没有朋友，你就关着门来自己过你自己的生活，难怪你出来就是活在自我感觉良好，有吗？对不对？今天是悲哀在这里，所以我们每一个童心都是一个火炭，一个火车头，是一个完整的这个228个人来控告美国政府，那一批是完整的火车头，但是它会被动，它不可能动呢，它只不过起头而已呢，所以需要靠你靠我，你是什么？你是火炭。这火炭你一堆起来，那么多人堆起来一烧看看，它产生了什么爆炸，产生了这个能力，然后它就驱动了这个驱拐轴，就开始起着起着才会行动，对不对？哎呀，是不是这样？早期我们也是一样，啊哦，早期我们是火车头，啊哦，民进党，啊，早期是民进党，啊，火车头，啊，但是到了奇怪，这火车头怎么走来走去呢？改善无一个主轴，是不是安尼？啊，舞来舞去奇怪，我得走来走去嘛是走个这来，哦，所以说他没有法理论述，
啊，所以我们讲什么？他这个我们需要有法理的论述，当成我们什么轨道？今天何嘎在你高家，才知道这个宝贝的火车头需要轨道。这个轨道是什么？法理的论述。轨道就是你今天因为看到了法理的论述，你才知道啊，原来就是安尼。好，我们有方向，有目标。你看，接一下轨道，它是爱，它是连结，它是互相扶持，它绝对没有缺口。哦，轨迹是有方向的，轨道是有目标的，它能够有耐心，哪怕用这火车击中压它，那天气热会胀，它仍然忍受，让那真材载着更重的这个担子往前走，带他能够达到指定的目标。他有满了忍耐，满了宽容，使我们这火车头不偏不离，不离我们中心的目标。我们中心的目标是什么？我们知道台湾政府成立，要用心，不让我别讲，在台湾民政府的提升了台湾政府，然后开始运作，运作什么？来与国际社会连结。这一段要背好，哈，这一段要背好，不能讲哦，台湾政府成立吧？哎，你们这个是台独。台湾政府是什么人成立的？哪些成立的？有人知道？举手。唔敢讲哦。是啊，有人说台湾人民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如果是台湾人民，那就是中了台独的毒素，是不是？在这个战争法理、国际法里面产生的台湾平民政府的规范架构下，提升为台湾政府，开始运作，接轨国际社会。这些一定要弄得清清楚楚，我们有清楚的法理的轨迹，我们才能不偏不倚达到我们中心的目标。啊，这是何等的棒！所以台湾民政府是火车头，但是呢，和这个有产生，因为是有了零和论述。有人知道零和论述是什么吗？知道的举手。两个而已哦。我们的高三零和论述是什么？啊，哎呀，很厉害呢！你怎么知道？哦，你有给他看书哦。阿妹就说：“你哪里给他看？”我看台湾论述啊，你要会这样讲。我有看台湾论述啊。哎呀，那么好，这样子。哦，你们现在看台湾论述，什么叫做零和论述？讲一下。啊，因为零。自身，我们的秘书长何瑞有没有看过？有看过的举手。哦，好多人没有看呢、啊。他一站里跟我不一样，你刚才。他是这样子呢。声音呢？不要麦克风呢？很厉害呢。他单点有力。啊、哦，所以呢，你看到有一天他看到他，你就看到、他根本就跟他 hello 啊、声音很大。他是因为有了两个。建构了法理的论述，法理论述是群体集合起来累积了经验，发现了法理根基，用成立了一个完整的知识，也成为我们生活的常识，才告诉我们知道啊，原来就是这样。我们不用情感，抛开情感，回到法理的论述来看台湾的主权，这样对不对？这样可以说，哎呀，我早知我就做，对不对？我给你给他你的灾啊嘛！啊，必须到回到法理的论述，看清清楚楚。原来台湾主管台湾的主权现况是什么？它是属于什么？哦，我还以为是山路那个路，死掉美啊！日属美战，对啦，我是无够的，叫做了解八角股啦。啊，台语边来讲。日属美战，阿妹祖怎么讲？
听不知道，有人知道讲啊、日属美战，对不对？我们现在的现况是日属美战，所以呢，法理的论述使我们有目标，带进了光明。哦暗，为人讲哦，阿公阿爸，哦哦呢，暗暗呢，然后阿伯讲，有差啦，白色的有差来来望下这里，哎，家孙戆戆啊，你望望到要阿穿到要死啊，阿公嘛是讲讲哦啊，我倒啊，有差用得好啊，你唔是一台车有十趟十趟啊，我用个半工用擦擦加拢白白啊，结果也无光啊，对不对？免遐尼痛苦，免遐用枪杆，不要用劳力，用笔杆法理的论述，好更一摆，更一摆了，黑暗渐渐安怎离开啊？我你轻松啊，看那练气功同款啊，我手吧我嘛会练气功呢，好安尼轻轻松松，从咱的敌人啊，我们的敌人把他推走。对不对？不要用那个不幸福会流血，我们不搞流血，我们那是用法理，对不对？光引进来，黑暗它自然就离开了。阿弥陀佛，啊，别拜哦，所以窗门爱开哦，哈、哦，开来啊，空气过几摆，也过会喘气啊，我个哇，一再吸起来，有人讲啊，好个在我个呼，我个哇，人生非常好的是一再吸啊。如果我起来，哎呦，好个仔，我讲哇，为人讲无去啊，对不对？我讲哇，是不是为了你在活的，你在呼吸？嗯，我有喘气，我讲哇，欢喜，对不对？其他你赶快，咱利用这种心情讲啊，我发现啦，我发现了法理的论述，我个个进一步哦，了解今天台湾真正的地位，原来是日属美控。啊，日属美战，对不起，日属美战。哎，你看我目睭外来，你干嘛？我讲日属美控，伊马上讲赞。我讲啊，对，日属美战，这都是同心嘛，对不对？哦，用啥物？用目睭去感受，你要马上积极的反应。美控啊，讲一讲赞，我讲日属美战。你看这一搭一唱不是很完美吗？你都讲无啦，啊，无你讲唔对，我讲唔对，两个小将啊。咱不需要安呢，啊，顺，咱照着我们的经验，随着他的反应，然后调整我们的错，我们马上啊，对，是，这个就是完美的生活，啊，谢谢。您有忙啊啦，你知影手势怎么安呢？对不对？啊，够搞够用，再过来一次我们，啊，对，哎、啊，有巧，台湾人有巧，你敢是台湾人？真的吗？我怀疑呢。啊，哎，唔能吹落好唔好？啊，你敢是台湾人？是吗？你摕证件我看，你摕证件我看，你有无？你有证件无？我说我有证件，好像拿出来。你家己念，我不要念。你讲总分明贵啊，东西贵啊，哪里哦？拢贵啊。那你找有台湾人无啊？阿公，你讲你是台湾人，白惨的呢，足白惨呢。我啦，我在哪啦？台币啦，你看，提出来安怎？上发明贵，啊嘛是贵啊，哈惨嘛，啊都无一个讲啥台湾呐、啊，你这白惨的，你这人哦、啊，啊对不对？上发明贵，是不是？敢是台湾人？唔是嘛，所以你要讲出来，人讲哦，不是啊，我们是台湾的、啊，以后高沙族、啊，记得啊，不要跟他争论。用这个方法，你说什么？台湾哦，啊、哦，那你能证明你是台湾人吗？拿出来看看呢、啊，要笑眯眯。唔能讲，但是我跟你讲，我吼，安尼来小单子，小单子小量啊，不要，真的吗？真的、哦，来，你拿你身份证拿来给我看一看，有吗？哎，我不知道这四个字怎么念呢、啊，他就让他念呢、啊。那台湾呢？嗯，真的吼。哎呦，哦，这样就好就好了啦，啊，他就有机会了啦。我说，你还有没有别的东西可以证明？想想，哎，我开始有钱吼，那天来，你念一念，哎，对哦，对对哦，真的哦，对哦，差不多啊，差不多啊嘛，对不对？然后还有吗？没有呢，所以啊，你就要这一张，啊，这一张，
是不是很简单的？好，唔通想过痛苦来啦，我甲你讲啦，来啦，来什么来？你家己台湾人都唔知啊，你家己来来什么啊？为什么人来？人来啦，哦，人来啦。所以呢，我照到家来啊吗？对啦吼。所以呢，台唔能紧张啦。啊、哦，所以这一部列车是不是很棒？我手把可以当摇下去呢，家己 DIY 有行无行，我唔知啦。好、哦、啊、哦，所以呢，这个火车头，然后连成高砂，哎，你们高砂姐姐面的很厉害呢。我来讲吼，我来就跟高砂讲啊，因是福气呢，伊生一个囝爱得到我姐，你敢知？啊，你哪知？恁有无？恁有无？还没有结婚的哈，马上快去找高砂组。这是美国政府特别啊、鼓励高砂民族，从因为高砂民族全部人口数是51万啊、它是在日治时代的时候，日记时代的时候要120万，所以从151万到121万，这个中间鼓励跟补助跟帮助。快点生孩子，啊，生孩子，啊、你们还有机会哦。生一个怎么样？补助多少？100万呢？那么好 ，OK。啊？不是，他们说你还有一点能力呀、啊。他们真的，你下次有空，你好好去看，快的出啊，51万到53万。对，那实际上我们那一次哈，其实像我们这个最近啦，就换了朝代啊，朝有生多一点啦，以前都是38万，永远是38万、39万，啊，这个是毁灭性的，啊，那个就是慢慢逐渐的，啊，把你挪掉了。所以五郎公，哎呀，我们拼了10年，我们流水这样子，流水讲的不标准，也流水啊，对了，流水。结果呢，我们把高砂那个什么三地同胞呀改到这个原住民哦，然后送个微信呢，我们是原住民啦。结果你知道吗？他们是中计的，原住民没多久马上就新住民出来呀、啊，对不对？原住民10年20年以后啊，新住民说我也是原住民哦，那原住民就不见了。这个叫做毁灭性的政策，你还拥抱原住民？高砂是什么？是这个天皇在21岁的时候巡查台湾，矮矮帅帅的，假如安呢啊，顺掉跨掉宫啊，有一群人为他献唱，唱歌跳舞啊，声音好美，少女少男都是俊美，阿公哇，这些。この民族は本当に有名の民族。他说这民族是优质的民族，所以给他赋予什么名字呢？塔卡萨库，塔卡萨库肉骨是什么意思？不是这个流亡政府说你是高山哦，啊，三地同胞了，不是啊，啊，不是高沙，啊、我们是高沙民族，是给他为高沙。高沙的意思是一个群山呐、啊。很俊美，一律平等，不管不给，容许群等，这个是优质的民族，所以你要为你今天所知道的高砂民族去做大量的宣导，知道吗？不是上，不是走那个流亡政府所设计你们要毁灭我们的，所以常常讲嘛，军犯民贵啊啊，这个海逆，他就是海逆啊，海恶。鼻子还翘啊，还硬还卧，统一心念念，这不是咱讲的，那个叫什么？统一信念，有人要讲吗？来，有没有胆子可以讲？下面人也同意，啊你好，用意念念念，用意啊，还硬还卧，统一心念念，啊，就是。阿拉他们的一种口音啦，哈，口音。但我们不是针对的侮辱，就是说在这样的情景下意味的是什么感觉哈。所以呢，有了这个台湾民政府，我们就能够脱离政治的利益。
你知无？早起起来也是看到有一个老人，哦，一个咱的阿妈，骑乌都拜外高，你敢知？头前两包，腹肚一包，边啊只个一包，啊，这边个一包，后边也个三包，也个拖乌都拜开嘞，目睭虽然无看到，哦，牛屎你敢知？我骑乌都拜是外好呢。就敢那看袂无，就敢那看袂无，就敢那看袂无，就敢那看袂无。迄是恁阿公恁阿嬷呢？老乌啊，徛伫树下卡，在树底下，连泡茶，他不愿就不做事情，一个月有多少？18000，你的阿公、你的阿嬷有吗？有。哦，高沙祖有吗？你的阿公、阿嬷还要去打打飞鼠才有呢，对不对？他们不做就有呢。到荣总不要钱呢，你到诊所就要钱呢，这不是政治联姻吗？就干那干咩不？就干那干咩不？我俩讲啊。我阿公阿嬷跟安尼个饲我，跟我饭堂个食，这不是开玩笑呢。你有感受无？台湾人一定爱偏爱安尼做，看有堂个食无？对不对？你要去感受啊！这种的侮辱把我们蹂躏到这个程度，跟以色列人在这个法老的权柄之下，是不是这样的情形？你有感觉吗？你为什么不觉醒？今天就是我们太笨了。何解释？您来到这里，重新了解了法理的论述，那个法理的根入来啊，黑暗就渐渐离开你的腹内，你的脑里，让你更进一步的看见，原来希望就在这里。你还要增加努力。今天要不请 ID 的举手，没有请身份证的举手。都有，对不对？阿里有搞不？阿里有搞不？大家目标话者，看课你讲话无搞呢？你就教咱阿公阿妈同款，就干那干咩无？你讲身份证你落台湾，你用申请了没有？大家用这种的心情来去哦，所有的台湾人教册，恁是黑人呢？你敢知？恁拢是黑人，你敢知？知影来举手。哦，恁足巧，恁这旁的人足巧呢。高沙祖，你知道你是黑人吗？哦，有人，我老头说，对啊，我是黑人，我皮肤黑黑啊。你看你们身份证有带身份证吗？你身份证暗号有呢。你看背后面的上面那个文字，那是你是奴役啊。奴役以前在欧时代的时候是什么？黑人啊。你是黑人，你都不知道啊。你是奴役，你都不知道啊，所以是不是这个样子？啊，缩起来，让恁知影你就是安尼。咱也够干脆，我们脱离了政治的炼狱。我们政治的炼狱脱离了，因为是什么？台湾民政府列车进来，这个光带进，我们就脱离，慢慢的脱离，然后呢，减轻了生活的负担。哦，生活的负担。你看看，我们希望我们的儿女。有许多的学贷，就是说我们要交学费，咱无钱，对不对？有人就开始办这个银行的贷款，结果90几万，学校毕业就开始要付那个什么，这个贷款，这敢是咱台湾的少年人爱做的代志？敢是？为什么英文还可以留美，还可以留欧？啊，咱的人就是爱安尼。无钱为了要读册，一定要去贷款。恁遐阁好呢？我们高沙族啊，阮弟弟啊，哦，足敖，要做些事业，计划书写写的。哦，伊人是较比我较白。啊，去银行讲，你要贷偌济？300万，你快一个。哇，我较济使无啦？300万你是啦？你爱贷较济无？哎，阮弟弟就笑笑讲，哇，那是会贷500万，袂歹啊，心内啦。你啊，阁看。
塔雅族哦，我说哦，阿莲呐，这个可能有问题哦，对不对？当下我细汉的时候，我很会发明东西，我发明一型式的锅炉，哦，干燥机嘛，无色无味的干燥机，我发明到尾啊，跟他带三十万年，我冻四百二四个月，要冻冻了，到尾啊讲跟他九万年啦。高板干了几条啊？你知道不？可怜不？我的厝有啊，不是无，我有产的无啊，也有啊，我有很多地啊。我们高沙祖说，我的地在多大？他用嘴巴、嘴角，呜、哦，很大呢，很大。嗯，对了，你看他喊的，那就知道范围了。怎么的？对了，还这样子。阿弥是不是？所以呢？这种启示啊，我们脱离了什么啊？这个减轻了我们的负担，所以我们提升我们生活的品质。今天台湾民政府所带给我们希望就是如此，然后呢，让我们的生活啊，这营造着生活休闲的环境。我来讲，将来我们执政，我们这个海洋海岛是最棒，全世界最美的嘞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它的名字叫什么？Formosa， 我本来要唱 Formosa， 但你帮，但你啊，一个唔当个唱我啦，我讲好，咱就希望来啊，讲，亲像阿父叫阮的名，有啊有啊有笑啊笑，永远无着美丽的梦。我今仔日有影唱唱到尾，有影梦来啊，对不对？你有梦无？彼时唱歌，咱会感动。只是唱歌讲，你唔能够唱啊啦！你唱愈来愈唱愈衰。但是我听到惊伊讲，啊，你有梦啊？啊，对啊，我今朝讲有梦诶。有啊有啊有，我甲醒啊！有啊有，我醒起来啊！有咱祖先流过诶汗，头前是毋是有一旁诶人？两百几个人在控告美国政府，伊有一个老人行路，位头前行到后尾啊，祖先流过的汗，好咱有今仔日有冷气，有电风，会感动未？这不是偶然，咱是像流氓政府偶然，偶然，对不对？也好难呐，所以咱是种的。但加杠是得到了，好，生改变了我们生活领域，这就是我们生活本土台湾人永远的梦，对不对？我喜欢想请，带着，那个啥，大雁的歌啊，啊那伊尼，格代那老杰。牛说不生马里昏色迷难听不啦 这首歌说我虽然若言未曾见到你，我却是爱你。这句对跟你说，我今天虽然不太了解台湾民政府，我却是爱这一个法理论述，我们就有希望了。哦，就像今天秘书长在讲的，那个谁，庄明雄昨天的讲师讲的，他讲多马的事，多马是那个是主耶稣的十二门徒其中一个，他说，死而复活，你敢是死啊？哥我，我不相信呢，我看你的手，那不是电视机，不是有空吗？我看你的手，啊，你看够无准，要去崩啊，然后。搁开了，你看我的肋膀被刺，啊，搁去崩啊！好了，耶稣安尼甲伊讲啊，小信的多嘛，你看到了才相信吗？我们是有一点感觉，难道你看到了相信已经成了以后啊？哦，你们真的是有呢，可以呢。潘雪，你看边啊，你看后边，我们要确信而相信，不怀疑。咱今仔日得爱有这种的个性，爱有这种明白，我们才能够了解摩西的状况。这个摩西啊，
为什么我们常常用以色列人的那个什么临时歌曲啊，出埃及记有相关的那个道理。摩西这个人啊，跟秘书长一样啊，有一点一样，等一下我会跟你讲清楚。你看他是因为打了他的这个埃及人，打死了以后他就逃开了埃及，他是被埃及的女王公主把他捡起来的，然后接受了这个埃及的教育，他很有智慧、啊、但是他妈妈在他小的时候那几个月里面一直叮咛他，你是以色列人，你是以色列人，你不是埃及人。所以一朵哈那些一朵在说啊，我是以色列人。当以色列看到以色列人被埃及欺负的时候，一直动没掉，就开始出手打他，一打以后完了，打死了一直造啊嘛，才有这个光景。好，咱的秘书长去中国探钱探到，结果很乖，乖了，加加乖了，伊就得，是不是？逃出来嘛，逃出来之后呢，啊，他还好不没有逃到，直接逃到上海，直接逃到上海，他们这边等他来抓他，结果他想不对，他就下在中途下，然后跑到厦门去租用那个叫什么板这么那个船呢？对板啊还是什么白啊哈，对哦，有那个阿密星应该知道了哈，后面有机器啊，嘣嘣嘣嘣，啊，一直接的哈，然后弄一下，一上去，因为秘书长跟我一样中广啊，你知道什么叫中广吗？小哥我不懂嘛，哎，这里讲，哟，嘟嘟还好呢，哎，都未顶未动安尼啦，啊，就开始在嘣嘣嘣嘣嘣嘣，离开厦门。离开厦门到啥金门海墘啊，阿公哎到家就好啊。比如说哎呦，要不呢要不到遐呢，无多我到家就好。哇惨啊，无多，伊就是用修的，伊都袂用修的，用修的，伊就是袂好家才到家。咚哎呦到家，吼无到家了到家了，哦到家的是哎呦土嫩嫩啊，黏黏嫩嫩啊，那个土质软软黏黏的，看下吼。徛十五分钟，伊个脚都无叮当，安尼，个到遐就麻麻，到我同款麻，佮徛佮冷安尼，好愈麻，都惊呀，暗眠梦啊，人会惊袂？哎呀，迄当阵哦，伊都安尼慢慢刷，啊刷刷刷，哎呦，插着一支迄落，伊讲惊着，伊是啥鱼啊？是安怎？啊插着了，伊佮蹦着，哎，疼啊！啊好，再来休困一下，愈休啊插着，我佮愈来愈疼，啊伊看啊蹦啊尖尖。那是什么做兵的人知道吗？防登陆有这种的那个梯子吗？他那插的，因为泥固的是会先变为怎样，他变为插着尖尖嘛，啊看到哎呦艰苦哦，他好像有那个手帕，铁手帕垫底，看到哦啊舒服一下，好好加菜这样。那当时是刚好他的手机有闪烁，这样有倒一下，哎呦啊就想到要联络他弟弟，他说哦，讲报讲即马是啊，到到遮来，啊，小阿廖海防就来吹几啊点钟。但是伫遐等的是，伊内底有一个祈祷。若是会当离开这个所在，我绝对爱奉献乎台湾。了后无偌久，伊就完成了这心梦。伊来到家，林志奎可能无看到秘书长。早起我来读，那个我来的时，看到一个人，透早五点半就去啊，伫遐徛。安怎？七刀啊，百刀啊？为什么？为着恁家食饭方便，一个人，为头个尾徛伫遐，恰恰恰恰。阿哥阿公。阿哥阿做，阿哥阿拖，阿哥阿洗，拢是伊。看到我感觉迄人遐尼感动，我感觉讲对不起伊，我会感动，感觉我爱甲伊同款。我一在遐嘛是甲恁吼，徛伫遐，我脚麻手麻的，我笑笑甲恁讲，我复健啦，我伫遐复健啦，我遮讲是复健，我遮讲是艰苦。看到秘书长安尼付出，
我感动，哎，我无薪水呢，为了台湾，我用高雄来到遮，人付出车钱，是信用卡 over， 对不对？但是看到伊安尼，哇，伫时间观念非常准时。后来我有一天就开始甲伊陪，我逐礼拜就来，我嘛徛伫遐，我嘛说，我嘛拖，拖过几啊年了。哦，我就变成讲，我嘛也当唔忙找一个少年，嘛赶快来到甲阮做伙看，为着台湾徛遐，我甲伊讲，卡嘛袂歹呢，我即马愈行愈好呢，我嘛复健结果嘛，但是为着台湾，无这种的坚持，有今仔日吗？我拄到这个机会的代志，被困。阁袂吃，你阁无用心。你的子孙有几回讲阿公多谢你无？无可能的代志。今仔日得爱用心，得爱努力。虽然这环境非常非常的困难，爱可能，有的人就开始讲向美国讲，无得你来搬起来嘛。美国说你现在是只剩鸡卵而已，鸡卵你要扑起来啊，旁边的东西都摆下来啊，在那里等啊，你要这个什么壳子，壳子要破出来啊，破出来你就看你地上倒来吃啊，我们现在都是鸡卵而已，对不对？你要在那里套什么？没在那里没煮鸡啦，所以我们彼此的勉励，彼此的扶持，爱是我们的驱动。爱没有在这里我来卡位，没有在这里你大我小，没有在这里没有机会没有时间来再破坏我们的精神，没黑的时间又讲负面的问题，只有看积极的。所以在座的每一个人都要做政务官，你要学习戴耳机，你要学习戴墨镜，不该夸你的戴墨镜，不该听的你就戴耳机，你就安然度过。因为这条路是窄窄的路，你要警醒，你不警醒，有一天卡下来你就落去。这不是二十四米的道路，白条安怎都无要紧，无遐尼好，这是一个窄路，你要相当爱有坚持。爱为这种的主那个什么宗旨目标，就法理的论述作为你的基础，好好的往前。当我们看见他的时候，你看看摩西说去带领以色列人脱离埃及，摩西就这样说，哎呦，我的年岁高啊，我有哪有才调，这句话来的时候，秘书说你有今天去说，让所有的人可以签他自己的身份证，哎呦，我就不用讲啊，不用讲，你要做官，对不对？你要做官，你就要努力，你要用心。你说去，我使你有能力，我使你有能力。所以你看看摩西跟台湾人的特质，摩西看见了异象，他就什么顺服。台湾人啊，看到了我的法理论述，他说我没有看到啊，他不顺服。你看摩西这么简单一个意象，一个东西在引导他，他就顺服啊。虽然没有导什么，导什么航啊？导航，他就相信。导航有时候你找的路找错呢，啊，找一找怎么下到水里面去了？哦，你说科技时代会让你快死啊？你看神在给他带领的时候，他就相信，他是简单的怎么相信？我们不敢相信。他们说哪有可能的代志，都是怀疑。啊，那个白贼，那拢笑的呢。啊，没笑的呢。你这问讲的是，你这就可能笑，你跟伊讲，好、哦、无，恁这帮敢是笑的，对不对？你敢笑的？笑的牙笑？不是嘛，对不对？我们当然不是笑的嘛。啊，他大胆往前，他确信神的能力随他而去。秘书长也大胆往前，我相信神在这里祝福他。所以我感动到有一次，美国、日本在这，我雄雄，
醒起来讲：“哎呦，我们讲，这拢是基督教会的呢。”不是我讲，这是讲故事。哦，日咱人咱台湾人一坐咧就开始吃，日本人也是足礼貌，就照规矩来。美国嘛来，哎，动嘞动嘞动嘞，大家讲，哎，想要要食饭啊，搁动嘞动嘞，动嘞动嘞动嘞，爱祈祷。哎，迄种诶无简单嘞，我一个基督徒唔敢遐尼种人，就是哎，咱爱祈祷，有位人不一定是信这嘛，对不对？所以，但是讲，我会感觉讲，他那种简单的相信。他只要有一个依靠才能够完成这项事啊，他这个坚持理念不偏不倚。我们是第一个是没胆识啊，公告阿尼也是讲，哎，尤其是做的企业家吼，安怎呢？啊，敏感敏感，阮做事业的吼，隔壁迄吼可能呢，那隔壁迄吼，隔壁迄什么人？中国啦，诶，中国诶呢？诶，什么也讲未出来。咱拢是安尼啦，个性足有力的，无大，啊、哦，爱敏感，啊、哦，没有所谓的信念，没有自信力，西瓜不会大变，无大变，行动力不定，所以特质无同款，对不对？特质无同款，所以呢，被掳被外面注入了，当这个真的离开了以后，失去了祝福，他就流亡在埃及，几千年，两千年。王国两千年，哦，不是咱家以色列百姓流亡，是不是？所以流亡政府，所以呢，当时很多，你看他们这个就流亡嘛，他们是在一个区块里面，就像为什么叫做中华台北？中华台北谁讲的？黑的，他知道啊，中国知道啊，哎，林喜被我打败了，你是流亡到台北。所以你那个乔连柏不能带来，你就是中华台北，这是不是他说的？所以中国不知道吗？所以中国说，他们知道要来啊，要去中国啊，他说 no, 不要，我给他平潭岛，你写平潭岛，你去看看，现在准备在建设了，让这一批平潭岛的面积是新北市的两倍多，所以家好就是未来。流亡政府的回到的原点，因为中国也不希望他们进来，他们那一批是问题人物，知无？你阿哥底下讲讲拥抱的，我爱中华，对不对？你爱中华，笑，我讲有点笑，哦，所以经过安尼来呢，都看到这种逼迫的感觉，哦，我们了解，所以呢，我感觉秘书长很像那个。摩西十字诫命告诉以色列人，他心不定了嘛，也下达十诫，他很像是法律的颁发法律的人，他是不是法理论述嘛？是不是这样子？他审判者，还代求，还当牧人呢，徛伫啊，看恁食饭，阿哥安尼看到恁来，食，哎，他是牧人，那慈祥慈爱，扮演这种角色的秘书长，你有感动吗？只是感到说。哎呀，秘书长怎么没有棉被？啊，秘书长那凉气不够凉，很多蚊子，我卫生不好。我们为什么瞒了这些？你没有看到他的小酸呢？刚刚赶快呢，快生呢，巴肚会枵呢，等你吃无菜呢，有无？要感受明仔再开下晡来感受，你徛遐看麦，徛等所有的人吃饱，你才吃，看有菜无？所以哈，我们要学习。所以刚讲，你要做领导者吗？啊，假如有一天你做领导者，我请问一下，你是领导人，啊，你五个人，你是带班的领导人，敢那无饭通吃，敢那一粒馒头尔，你要安那分？啊，来起来分享一下，你安那分？我若是领导者的话，我会把馒头分作四块，给恁四个吃。掌声鼓励。所以看你的在，好、哦，领导者，这是安尼做，必须对我来讲，笑眯眯，一个馒头，
来你吃，来你吃，来你吃，大家拢无考虑讲还阁有一块无，对不对？大家拢安那？你吃，你哪无吃？必须对我安那？笑眯眯无啦，减肥哪还得了？你有目标啊？看不啊？来，你吃你吃，我吃我吃饱，我吃饱，有法度无？未来的政务官，你有法度无？有无？一粒馒头，哎，恁吃恁吃恁吃，啊，我吃饱，对不对？我可能就是安尼，没有资格，这个是没有资格做主管的，哦，这种好啊，有一个 case， 所以看到你秘书长安尼为头个要来做，我就做学习，我脚麻手麻就徛遐。有酸也是同款的，哦，最近都不是安尼，对不对？那是好啊，生命的成长哎，啊，生命成长，所以我们都要学习，好不好？为着你的子孙，后摆你的子孙讲，有人祖先流过的汗，我呢好，有人纪念，有人思考，那是阮阿公阿嬷流过的汗，哈。所以呢，我们必须以这样的模式来进行。啊，刚才段多讲的哈，这有型必须丢嘛哈。某些啊，这是他的姐妹妹的姐姐米莉安啊，把他弄起来，因为上面哈，你看哈，他用什么呢？因为安。这个安南跟他的妻子做了一个草布箱，然后涂上油漆，然后柏油好像没有水啊，坑爹呀啊，坑爹呀，因为他们是敬畏神，所以他们有智慧啊，智慧，所以用这个方式弄到尼罗河。尼罗河这里呢啊，你知道吗？尼罗河这个呢，国王的女儿常常到那边洗澡哦，常常到那边洗澡，洗澡之后呢，就发现了嘛。发现哎呦，这里有一个叫又够俊美呀，让你睡哦，就抱起来后那个法老作为他的儿子，阿尼达他才有就在那里受教，在那里受教，所以他有智慧，啊，是不是很像啊？所以呢，我们知道经过这样的过程之后呢，台湾民政府殷哲林啊，我们的秘书长来到这里就开始讲安怎，这句讲安怎，但是什么？不是，大声来讲。这少年呢，这囡仔差不多拢差不多大汉啦，对不对？但是我是台湾人，不是中国人，都开始做的街头，让所有的台湾人都知道。好，安尼运动结果。但是就可悲哀的，咱的台湾人还是不觉醒呐、啊。我们还在那边，我们欢迎我们的祖国，欢迎我们的祖国，台湾人欢迎什么？还说台湾的反抗帝国，你是流亡政府，还什么反抗帝国？明明一起流亡到家。好，我请问那个年轻人。这两位最帅最酷的，你站起来给他们看一下。你起来了，你对着你了，你对着你了，不要摸了，给他们看。笑是不是很帅？他不笑好酷呢，好高级。我不敢讲，我不知道要讲什么呢。我感觉我还以为讲错了，其实一笑很漂亮，很帅。请问一下两位有光复节吗？有那么厉害呀、啊？为什么？我们不是有光复节，为什么没有？好，给他掌声鼓励一下。哎呀，厉害呢！阿秘书说那么厉害呢，请坐，谢谢。我要说我们有光复节了。我在我们的那个部落，我家兄弟啊，六兄弟全部家里都是挂美国国旗，他们就开始报啊，报警察，一种问题哦，哎，家属问题。那你举报警察会不会来？来吧，侦查来查，要不我来查，然后举报来查，报一报。我弟弟哈，等下讲，你们是干什么？
没有，有人报啊，我们就来看呐、啊，啊，然后马上就下到派出所去找那个所长，你们这样查什么东西啊？没有啊，我说他们说你们挂美国国旗、啊，那你就问你们上旗看看，结果问你回答没事的，没事的，他们说我们上旗都不能碰的，你看，谁敢碰？喜来雅那边为了扩大他的大学园区，啊。然后呢，要把所有喜拉雅那一个区块拿掉、拆掉。哦，这些拆和那个找了很多的立委，来了就求求帮助，不要拆呀、啊。结果呢，都丢这里。咱听到讲台湾民政府一直丢落的来上课，上课了他就开始挂旗，挂旗，哎，好几个来上课来挂旗，你知道吗？到现在不敢拆，换两个校长。对吧？没有拆呀、啊，警察一去一看，哟，你这边按照处理、啊，宜兰车二，我简单的宣传传那宣传车给他过去，我们一看那个胖胖肚子大大的泰雅族警察，啊，他没有赌华理论述，他不知道，快点枪，你这是驾照拿来，嗯、啊，那我们的同心就过去秀秀讲，什么东西？驾照？我没有驾照。哎，你怎么开？要开车？啊，怎么？你的那个行照拿来？我没有行照。这个就是，那个是什么 ？A， 一个字 A。那个旗，你看这个旗，这个什么？美国。这个什么？美国占领旗。我就是这个。然后你要我身份证？有，我 ID。然后我们这个泰雅族警察，摸怎样了？唔知呢。来到派出所去，我们有全程录影， Facebook 里面都有了， YouTube 都有了， YouTube 都有。来一去啊，啊，底下吹啊，就卡电话给主管呐、啊，卡，唔知卡讲那个不能碰，他也没不敢表达，然后又换另外一次再打，又那后来，然后伊就该讲大哥，对不起哈，再等一下哈，哎，大哥呢？大哥，对不起，登记一下哈，卡过来拖，大哥都休息啊。哎，不然他哥因太太还是是他们，我们再来。哎，我儿子要吃饭呢，我要去煮饭呢，快点的，快点的。阿念，好了，等一下哈。哎，你看就客气呢，卡，然后就拿点。哎，大哥，对不起哈，拍谁了？啊，阿念，你要开红灯，你开啊。啊，那大哥黄如海要拍，你要开红灯，你开啊。没有关系啦，是吧？都给你去开了，没有了，没有了，没有关系，你们回去了。什么意思？这不是我拍，我讲那个编的呀。你去看网络嘛 ，YouTube 嘛，对不对？今天很多在路上走的难解析，因为无知，没有接受教育，所以我上次上面写一个说，他要警察，你快点来高级班呐，你就不会那个以后你的工作没有。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我们今天走这条路是真的，我们要了解，这不是假的，所以我们不需要沦为这个样子、啊哦。你看这个是什么？你看过了吗？你认识你们认识的人吗？哎呦，好高仔！你要七十八万，要过一当存七十八啦，存在银行48万，47万，收入47，结果存了48。那么好，我有捐款呢，对不对？你看，领导人的爱淡定啊，那是领导的事情，淡定，对不对？这个权柄在握，你好，你那是领导的事情。台湾人经过这种抗议，敢有好过？父母，人老人好气死外人，哦，阿公老西。民安那无无安那安那无都无无多通解决，抗争无效，因为你在那个流亡政府的体制下，抗争有效吗？唯有回到法理论述，对不对？才有结果。你看看这一种，激怒他就马上就变一个人那样的，不是完整的话，这些人不赶快，所以这人都休息啊。接下来，笨蛋，你红警完了。他改了，啊，然后这边的时候我懒得理他，
然后就我懒得理他。啊，即便讲无多啊，他得着了国际认证，无奈呀、啊，无多啊，对不对？本土台湾人无奈呀、啊，是不是安尼？咱拢是不是安尼？哎呀，可怜呢，你看少年呢，22K 有没有？啊，朴树呢，寿司呢，想给朴树，给你来够一加的啦，25K 啦，对不对？无头路吼、哦。摸给东西、哦、你看他怎么说，有名的有记名的、啊、对不对？35岁25K 退休只够吃泡面，对不对？可怜的、哦、国立大学毕业的、哦、一个月能忙够债务，口袋只剩10000块，要买房子吗？要结婚吗？哦，不当想啦，是不是这个样子？那这笔账还算到这个年轻人头上。台湾民政府成立，美国说什么？将在外面学生所有的学那个贷款一笔怎么样勾写一笔，哎、啊、好不好？好，那掌声鼓励啊！好嘛，无将下鼓励一下，是不是？所以呢，你看看啊，退休高这边，其实岁数比哎呀，你看这边的小姐也是一样啊，很多啊的公职人员都是月光族，现在的年轻人。所谓的夜光族啊，咱有年会知影无？夜光族，啊喏，寒山伯夜光族啥物？前一摆就光光啊啦，前一摆就安尼叫起拢无啊啦，吃到夜光族这一关，就一个月前一摆就无去啊啦，夜光啊，啊无钱啊啦，啊要想要交只爱的女朋友，无钱通啊啉咖啡啦。所以即摆现在来想要娶某啊，无法度让他娶某啦。你不要怪他不要结婚啦，他好想啊，哈个要死呢，想要结婚呢、啊，对不对？无法度无才调啊，是不是安尼？迄种是恁做爸母的人的责任啦，你无努力啦，爱努力好冇？无安尼恁去澳洲赚够万的澳洲的，对不对？无，但是伊有正确的观念，我就觉得不错啊。他回去这次弄一弄，他就是你扁压不可能续约，他马上回来，我们做我们的高干呐，好不好？好啊，所以你也曝光吗？要曝光吗？站起来给人家看一下，不要了，好了，好了，我们尊重人权，啊，这个民众，这个除我们以外没有人顾到人权，我们会顾到人权，好，来给，啊，你看看这个议题真是很多的无奈，我们必须要懂清楚。我们贪污可以，他们不能呢。我5000万给包交保呢。你看这种无耻，你看，你这种的行，哈、哦，无耻，你家的毕业呢，无耻，对不对？这就是目前的状况，自我感觉良好。这搞工好搞在，好搞在，我们是人。那个三弟们有一个说，啊、哦，我的名字要改为小熊。我说为什么？哎呀，我旁边全部都是国家公园，一草一木都被照顾，我没有被照顾，我不要做人，我要做小熊，熊有被照顾啊，对不对？你不能动，那猴子也不能动，对不对？你以后就这个比猴子还没有权利。对，很多高沙族就我不要了，我要做小熊。猴子的猴卡仔，我们是狼，一跳呢，啊，猴卡仔，我们是狼。啊，你翅膀长大了，你看看吃相。所以呢，我想这个性格人格特质有问题、哦、我想这方面你看看已经嘛、老马下乡吹嘘米酒降价还是我做的呢，那咱这可能有一个法理论述的基础了。那个汽油呢，沙拉油呢，涨价谁的功劳、这人小看为了法理论述的基础咱、的这呢啊好爽啊，你看、这个水啦齁淹到这里了，一共好爽啊，就要受罪啊。结果呢一按的照，你看我轮廓我水、台湾富人票都投给他，马英九好水哦，你看水啊，一按的水啊，我是没让你水啦，对不对？你这葫芦都也是说马英九好帅哦，你没说，我知道你没说，哦，没说，你有说哦，等一下，都没说，
好啦，给俘虏哈，来掌声鼓励一下。我知影巧的人会当来吃啦，吼，无巧的就袂来吃啦，吼，哎，时间要到吼，所以咱较有希望将这把它杀到平安岛，好唔好？这就是咱的迄个啥日出安怎？大声一点！红的是啥物？中的新的是啥物？目前的现状哈，知道吗？好，所以说有人讲嘛，我们去看嘛 ，logo 是不是拢贴掉啊？啊、哦，对不对？那是2012年的航空演习，这不是假的呢，这真的呢，是不是呢？所以咱不是白插的，所以这个地方 logo 拿掉以后，美国发布嘛，恐怖分子组织是啊、哦，不是国家拥有武器，没有这个有同等于恐怖分子，对不对？这不是咱讲的嘛，所以有很多状况。我们必须渴望，必须靠台湾民政府。台湾需要靠台湾民政府才能复兴，得走新的生命，要靠全体同仁的努力啊、哦，才能够把这个说啊更小啊。可是他可能没有这个希望了，也不可能的代志了。所以呢，台湾人只有申请什么身份证，不要痴痴的等什么等奇迹。No 啊，我那秘书就叫我讲 No 啊。No 这样的，只有解决台湾人的，只有申请身份证。欢迎呢，我们加入这个联盟，加个这些，达到什么呢？达到完全提升我们的生活，然后改善我们的环境，然后呢，较紧的啦。然后呢，最终的目的因为时间高啊，哦，你看，为了完成这项任务，必须快速发展你的人脉。咱们是传销哈，咱们是传销，你也记哦。当好的论述，你要大胆的去做啊、哦！完成美国要求多少？是干嘛？受训，高级训练，然后身份证多少？啊，对。所以最后呢，你要怎么样 ？Go go go， 好不好？那我们喊一下来 ，Go go go， 没有跳了，那站起来喊来呗，起来 ，Go go， 再一次呗，起 ，Go go go， 好，坐下，我很厉害呢。阿你来马上身份证该邀请人愈来愈多，咱短短时间完成咱任务，好不好？所以你在这里啊，你的职场、你的朋友、你社区、你的老店、老客，来来来，我跟你讲，这是上好的，好。所以为了达到我们的目的，我们再一次来 ，Go Go Go！ 好，谢谢。请起立，行嘞。休困食饭。